各位观众，清代后期，朝政腐败，吏治黑暗，上自督府，下至府县，莫不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。更有曾经轰动朝野的民间清末四大奇闻。现在就请观众欣赏我们为您设置的太原奇案。话说在清朝道光年间，山西太原府。啊，那个把那花瓶放好啊！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花瓶呢。等一下就去拿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放好放。哎，对正对正，把这个请上去。哎，好好放正啊，香炉要放正。哎，这样财源才能广进啊！哎，对，花瓶这边呢。老爷。哎老爷老爷，什么事，掌柜？哎，秦老爷啊，姚家派人送彩礼来了。哦，真的？哎呀，快请快请啊！哎，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我家杨老爷特派小的刘海儿送彩礼来了，请您过目。这是宝玉瓶一对，您瞧瞧。哎呀，好不好？哎，赶快接接接啊！小心一个一个拿啊！哎呀，好好。哎，这个是如意的玉器，您喜欢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哎，过来啊！小心，小心。这个呢是更精致华美的宝瓶，您看这一组如何？这烧的多好啊！哎呀，快快快，小心拿！哎呀，好好正着拿。这里呢是大红锦缎，您看您喜欢吗？真好，真好！这么多珍贵的东西，真让我们乡下人开了眼。哎呀，你瞧瞧这荷花多水灵，这个鸳鸯绣的跟真的一样啊！啊。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没你事儿，下去。爹，您偏心。女儿出嫁，嫁个死鬼张老三，连个聘礼都没几样的。如今呢，短命见了阎王，女儿守寡了三年，现在玉姑要出嫁了，你跟她找个财主的儿子，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我不管，爹，您偏心了，你一定要帮女儿。去领教。这是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好了，地公，你下去，下去，没有你的事，下去。真是，一路辛苦。哎，把这个接过去啊。是是是，好，一路辛苦。是是是。啊，你说着。谢谢谢谢上来。回去跟你们姚老爷说一下，所有的彩礼是如数收到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上来，告辞。啊。哎，回来。哎，等等。经过，把这带上。吉吉利利，长长圆圆。多谢小姐，长长圆圆。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是是是，告辞告辞，走走。真是多事，真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老爷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二小姐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，说是不想活了。您快去看看吧。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二小姐屋门紧闭，局长都要推这门亲事，否则她就不想活了。哦，这会儿连门都不让我进去，只听见屋子里面又摔东西又搬凳子的。哎呀，赶快带路，赶快带路。是。哎，你们看好看好，我老爷。爹，你要跟我。爹。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来了。哎哎，玉姑，哎玉姑，哎玉姑，哎玉姑，你开门呐！你千万不能做傻事，有什么事跟爹说吧，玉姑啊！哎哎，不敢就是不敢！哎呀哎呀，爹爹不顾女儿的终身大事，竟然是拐官员，还不叫女儿去吃顿饭啊！哎呀呀呀，哎玉姑，哎玉姑，玉姑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玉姑，这个哎，爹是为你好啊，为你好啊！你看看这个曹家的人呐。他们到广东去经商三年多都没有消息了，还有那个叫曹文恒的，是这个赌博成性啊，赌的是坑家荡产的，他没有脸回来了，是不是死到外头也不知道。再说玉姑啊，我不能让你这么等下去。玉姑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你要是再这么等下去，万一有一天你嫁不出去的话，哎，你不能说让这个为父的养你一辈子吧，对不对？你们竟然也许配给曹家，我身为曹家人，自为曹家鬼，要我改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你
要我嫁给那姚家的人，你还不让我去死？啊，玉姑，这个姚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哎，他财大，哎，又有势力，你这不是？就是嘛，往那些聘礼呀，哎呀，真让人开了眼呢。啊，珍珠玛瑙、金银玉器，哎呀，一辈子都用不完的，哪去找那么好的人家？姚家，你去嫁！我告诉你，玉姑，你不嫁也得嫁，你嫁也要嫁。玉姑，你开门呢，开门呢。玉姑，哎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老爷啊，大厅来一个书生，口口声说见岳父啊。好好在这给我看着小姐啊，我去去就回来。哎，真是急死人了。爹，我也去。小姐。小姐，您快开门呐，老爷他们走了。小姐，刚才赵贵说大厅来了书生要见老爷，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岳父，说不定是曹家姑爷来了。真的吗？那你赶紧去看看。嗯。小婿叩见岳父大人。起来，起来。哦，原来是曹大公子。哎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，令尊呢？已经过世了。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这是不是因为赌博惨败流落他乡而亡的呢？没这回事，家父是秀才出身，小婿也知书达理，我们根本不会赌。这一次是被小人所陷害，我们所进的古董当中竟然好多都是假货，卖给洋商以后被他们刺穿，告到衙府，除了赔偿以外还发了一大笔巨款，就弄得这样子家破人亡，家父也因此一病而身亡。所以小婿这次是来投奔岳父的。哦，哦，有这么回事啊。啊，岳父大人，嗯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家里在办喜事。对，是那个金姑。爹。这样，你大老远来也很累的，我想这样，先到我们客房休息休息，有什么事呢咱们再谈啊。多谢岳父大人。好好好，赵贵啊，领到客房去。是。赵公子请。小姐，小姐。恭喜小姐，曹姑爷回来了。你看真了吗？那还能假？曹姑爷前几年上广州时曾经到过我们这来，我和小姐在屏风后面偷看，认得曹姑爷千真万确，怎么假得了呢？谢天谢地，他总算回来，不枉费我苦等了他两年。秀香，晓不晓得咱们家老爷是怎么安排曹姑爷的？丫鬟只知道让曹姑爷暂且在右面客房安歇，不知有何打算。小姐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打定主意。老爷嫌贫爱富，如今曹家姑爷又一贫如洗，我看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哦。说不定会暗中算计姑爷，逼小姐许配姚家呢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事到如今，
我也只能这么做。秀香，今晚夜深人静无人的时候，你陪我到客房去，去见姑爷一面。我想，我得跟他重长记忆了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就好了，何必我陪呢？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我是一个千金小姐，怎么能够一个人自己去找男人搭话？当然得由你先去通报一声，说明理由，我好，我才好。说的也是哈，你。小姐三更半夜怎会来此？小生虽说成商家，但是也是书香一脉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非礼勿言之理总也知道。况且我们已定有婚约，洞房之夜自可相见，何争此时呢？曹姑爷，你是个知书知礼的君子，难道我们家小姐就是个当捡鱼闲的淫娃不成吗？还是请小姐赶快回去吧，免得让外人知道了，对小姐的名声不太好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曹姑爷，我听爹爹说你赌亲身家，流浪异乡，而我爹又嫌贫爱富，他早就已经将我另配给姚家了，后天姚家的人就要来迎娶了，因为事出急迫，所以我才特地前来与你商量啊。小生万里远来投奔你父，反遭你父的冷眼相待，心中早知事有蹊跷。如今你夜晚来相会，难道是为了你父毁我名声，再行悔婚，造成借口不成？哎，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有道理啊？我们家小姐为了你，已经与父断绝父女之情，如今事过眉睫，才抛头露面来与你商量，反遭你的奚落，难道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？秀香，别说了，既然曹郎出得此言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，指望曹郎你日后珍重。小姐，我们走。天底下竟有这样的男人，你为他险些命丧黄泉，他倒咬文嚼字起来了。走，你等他。玉姑，请留步。请恕小生言语鲁莽。曹姑爷，你刚刚那些话太委屈我们家小姐了。曹郎，我看你还是早些离开这个地方吧，以免遭到不测风云。我们两个的事有机会再说吧。玉姑，玉姑，听你说如今时事紧迫，难道非远走高飞不可？小妹自幼深闺简出，如今若与曹郎私奔，不但落个声名狼藉，更得个不孝子女的骂名，更毁了曹郎的前程。小姐若不肯同走，我又何所怕？顶多落个诈婚的罪名，倒是对簿公堂。你爹的官司未必能赢呢。曹姑爷，你倒是不怕了，但怕只怕我们家小姐誓死不肯嫁那姚家，闹出人命，事情可就大了。这样子，等明天我去见你爹，跟你爹据理力争，拿着婚书，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。如果老爷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就不会毁约，
李小姐另嫁他人了。是啊。走也走不得，留也留不得，这到哪呢？掌柜，掌柜，老爷来了。天要下雨了，看看后院的大门都好了没有。是老爷。小姐，姑爷，事到如今也难有连笑双全的办法。要是等到明天姚家的人来了，你们要走就更难了。趁着夜色，你们还是赶快走吧。我老爷那儿有我对付，日后你们有安身之处的话，我会去看望你们的。走吧，快走。你还吓人吓死人哎，三更半夜你想吓死我啊？对不起吗？生气了？说你看见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就看到你一个啊，这两天逛大街看到的，好漂亮啊，我猜你会喜欢，送给你的。你要是胡说八道，我就掰掉你的门牙。你呀，这呆头了。当心点，晚上的路比较不好走。都是我连累了你。曹郎，快别这么说了，要怪都要怪我那个爹，谁要他嫌贫爱富的。其实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，再怎么苦我也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只是现在实在是天冷风大，咱们该找个地方歇歇脚。这么晚了，到哪个店去投诉呢？哦，我姐姐家就在北街，咱们只要一直往这儿走，过了北门就可以到我姐姐家了。咱们到那边再做打算吧。那我现在就去吧。嗯，好。小琪呢？姐姐，我来了。姐姐，我来了。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妹妹，还有曹秀才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来呢？爹爹逼我另嫁姚家，我誓死不从啊，所以只好连夜与曹郎逃了出来。眼下夜深天冷的，
无处投诉，所以我想在杰这儿借宿一宿，明儿一早我就走。哎，那哪行啊，雨姑啊，你向来聪明，咱们姐妹俩你有急难我一定得帮忙，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那是没关系的，不过爹知道你和文恒逃走了，一定要把你抓回去，这一抓一定先往我这儿来，那你不是自投罗网了吗？姐姐说的有理，我们还是另做打算吧。姐姐，那我们只好走了。万一爹爹追到这，你可千万别说我们来过。这个我知道，还用你吩咐啊？快走快走。哎，一路上小心啊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您快起床！老爷，老爷，您快起床！小姐不见了，老爷，你快起床啊！谁呀？是我秀香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嘛？小姐不见了。啊？小姐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刚才我一觉起来，见小姐屋里灯还亮着，我就起身去熄灯。可是见小姐房门开着，我就吓了一跳，不见了小姐，所以我才急得叫起来了。哦。掌柜，掌柜，啊，来了，老爷。老爷，嗯，到了姓曹的屋子，看看他还在不在。是老爷。真是女大不中留，怎么会出这种丑事，败坏了我们张家的门风。老爷，小姐会不会是因为你让她嫁给姚家，一时想不开就？就怎么样？自寻短见了。呸，多嘴。老爷啊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曹书生也走了，人去楼空。丫头跟那个穷书生一起给跑了。掌柜，老爷，带着玉成跟刘文彪跟我去追那对狗男女去。是。在这歇会吧，等雨停了以后我们再走。玉姑，把衣服脱了烤一烤，免得着凉了。啊，男女有别怎可如此啊，虽然我们有婚约没说一定，但毕竟还没有正式行过礼。掉过去，啊！
夜三更的敲门呢？谁呀？你们是？老伯，对不起啊。啊。我们是夫妻到南下去投亲的。啊。因为外面风大雨大，已经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我们想买碗豆浆取取暖，在这歇歇会，喂。哦，好，好，进来吧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谢谢老伯，谢谢老伯，啊、谢谢老伯。好，你们坐啊。好。你们不要嫌我这乱七八糟的，你们就将就凑合在这歇歇腿儿。小爷，这黑灯瞎火怎么往上追呀、啊？他一定到那大底下蹲住点，我们追。来，姑娘，趁热喝。谢谢老伯。啊，去去寒气，去去寒气啊！啊，老伯这么晚了还在忙啊？哎，有办法了。做我们这个卖豆腐这一行呢，啊，这半夜三更啊，就得起来呀、啊、卖豆腐。把豆腐做好了，天一亮就得端到市集上去卖，这样这个豆腐才新鲜嘛！啊，趁热喝，趁热喝，趁热喝啊！真辛苦啊！哦，我不照顾你们，我还要忙我的活儿啊！你趁热喝，趁热喝，你忙你的。总算找到歇息的地方了。我想啊，你爹大概追赶不来了。等明儿个一天亮以前，我们出城，然后到交城县，找交城县的陈底杰大人，他是我父的同窗好友。哦。生前曾嘱咐过我，如果我有难事的话，可以去投靠他。这是天无绝人之路，终于遇见贵人了。是啊。你的脚好点没有？啊、哦，好多了。我身上啊还有一点碎银子，明儿一早咱们到集上去雇个牲口来代步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好啊。好啊！你们干的好事，说什么夫妻两人，原来是私奔啊！赶快说，你们从哪里逃出来的？答得对呢，便罢。要是有半句虚言，我这马上就去报官。这位姐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们是太原县的人。对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姐姐，请叫您怎么称呼啊？小女婿莫，莫秀英。哦，原来是莫姐姐。这个丫头。嗯。我自幼与朝郎配婚，而他又随父南下经商，一年三年，毫无音讯。而我的父亲他又嫌贫爱富，把我另配给姚家，因为迎娶及在，碰巧朝郎又归来，所以我只好同他另奔交城的陈底杰另家了。好姐姐，您不要怕，我是逗逗你们玩的。咱们都是女儿家，你有困难应你当相助，哪有投石入井的道理呢？这个丫头，你开玩笑，你也得看看什么节骨眼嘛！啊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就好打个不平。只是啊，小户人家被人看不起喽。哪话？人呐、啊，只要热心向善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他就是圣贤啊。我长这么大，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甜的话。看，时候不早了。我们也该走了。哎，怎么要走啊？天色已经这么晚了，路上行走又不方便啊。我看这样子好了，你们就在这里待一晚，明早再走吧。是啊是啊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趁天亮以前出城的。你待会啊，赶快穿上吧，别冻坏身子啊。既然你们执意要走，我们也就不挽留了。趁天未亮，赶快出城吧。好啊，谢谢姐姐，你想得真周到。那我们就后会有期了。哎，两位啊，路上小心啊，小心点啊。谢老伯。待会儿啊，把这伞带上吧，万一待会儿又下起雨来，有个遮挡呢。对对对对，姐姐想得真周到，请受小妹一拜。哦，哪里哪里，请别这样子。出门在外，哪有不求人的时候呢？啊，还没问过姐姐你如何称呼呢？小妹叫张玉姑。啊，玉姑姐姐，小妹不敢。几时喝喜酒，别忘了请妹子喝吃喜酒啊。一定一定。
那我走了。啊啊，谢谢老婆，两位路上小心。好啊。老爷，老爷啊，前面就是大小姐姐家了。哦，赶快去敲门呐！是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了！开门了，开门了，敲门！谁呀？三更半夜的，什么人啊？金姑，快开门呐！啊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不要啰嗦，快开门嘛！这门我可不敢开啊，万一你是坏人，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少啰嗦，什么外人不外人，连你爹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。我爹啊，我爹才不会三更半夜跑到女儿家呢。哎呀，你金姑，你到底开不开门？你不开门的话，我就闯门进去了。嗯，掌柜，是到里面翻墙进去。是老爷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爹。哎呀，走开。哎，爹，爹您说什么？短命鬼来了没有？哪个短命鬼？嗨，就是那个姓曹的嘛。啊，他们啊来了。哦，在哪儿啊？走了。啊，远走高飞了。远走高飞是到哪儿了吗？爹。嗯。你问我。是啊。人家早就共度春宵，木已成舟了。建国啊。这个大樟木箱子里头是什么东西啊？爹，嗯，是您的陪嫁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哦，你走开！哼，把钥匙拿来。钥匙掉了，我真想找个锁匠来配呢。好，老贵，是，把这个大樟木箱子给我抬回去。是，抬走。不行，嗯，爹，嗯。爹，你要是把他抬走，那是您的陪嫁。你要是让他们抬走，我就不活了。哦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快点抬啊！老爷，这箱子好沉呐。哦，好沉呐。那当然了，装两个大活人还会不沉吗？赶快抬走。是的，老爷。不行啊，爹，不能让他们抬走的了。爹，爹不行的。好了好了，金姑。是把箱子抬回去看一看，里面要真的是陪嫁的话啊，爹，哎，给你两倍，可以了吧？不行啊，爹，爹。
小的要到交城县投靠亲戚。那位姑娘呢？她是小的家小。这么晚了，还是等天亮以后再出去吧。如果上头怪罪下来，本官可担当不起呀。关老爷，小的真的有急事，天亮之前非得赶到交城县府不可。去交城县府可有文书？有，这里有家父写给陈县令的一封家书，请过目。关老爷，这点小意思。留心点，天雨路滑，过去吧。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。交城县衙离这还有多远？哦，不远了，你往前走，有个云庆楼，再拐个弯，再走二里路就到了。哦，哎，你到县衙找谁？我找陈底杰大人。你是投案还是投亲呢？陈大人啊，可是我们这里有好官呢、父母官。那一年有一个乌头尸案，审都审不清了，可是交到他老人家手里啊。后来啊，你说怎么样？启禀老爷，外面有个曹公子求见。快快说，我有请。是郭先生，受小侄一拜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与你父同窗之谊，生死之交，想不到学中一别，竟成永诀。他死即我死，不要说有遗嘱相同，就算是没有书信来往，我也断无不照顾之意。是之，你一表人才，定是饱学之士。这样好了，你就留在我的县衙里边，担任书吏一职。你看如何呀？谢谢师父。哦，这位是？这是小侄魏国门妻室，叫玉姑。哦，这我岳父嫌贫爱富，弃除婚约，将玉姑另嫁他人。玉姑和我只好私自逃奔世伯，虽处月里。实非得已，这……哎呀，这姑娘啊，真的识大体，惹人怜爱，我一见着你呀、就喜欢。如果你不嫌弃啊，我就收你做义女，如何？义父义母在上，请受长女一拜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你真是老年得女呀！快进。快快，小心台阶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好好好，放下，轻轻放。哎呀，好，你们俩没事了，先下去吧。是老爷，是老爷。好，张开，赶快去拿把斧头，把这个锁给砸了。是老爷。这不是姚家的小子刘海儿吗？是，快盖上，快盖上。赵贵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嚷出去。我就知道金姑这丫头不安分守己，姚家送礼的那个刘海儿，那副德行，一进来两个眼睛飘来飘去的，一副色相。呸！老爷，我看这件事情挺麻烦的，姚家人再过两天就要来娶亲嘞。
将错就错。姚家那小子刘海儿吗？是，快盖上，快盖上。赵贵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嚷嚷出去。是，我就知道金姑这丫头不安分守己。姚家送礼的那个刘海儿，那副德行，一进来两个眼睛飘来飘去的一副色相。呸！老爷，嗯，我看这件事情挺麻烦的，姚家人再过两天就要来取亲嘞。有了，我们将错就错。哎，嗯，她穿这套红花绣裙哦，还挺合身的。再给她配上个凤冠，盖个头巾。谁都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可是这个他这双大脚，这双脚丫子嘛，老爷，嗯，这双大脚丫总得配上绣花鞋，躺在棺材里面，长裙一盖，谁看得出来呢？老爷，这刘海儿变玉姑，咱们可以对外宣布，说是玉姑重病身亡，再捎人到姚家报个信儿。选个吉日出殡了，一来可以托死刘海儿，再者，咱们可以搪塞姚家，同时还可以遮盖过大小姐的名声，一举三得啊！导爷，您真是神机妙算赛诸葛。老官啊，千万记住，不能漏一点风声出去，全家里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，知道吗？是老爷，您放心。这事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不会有第三个人晓得。好。哎，这回可热闹了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嗯，我不告诉你，除非……哎，生气还哪？你生气了？那你还不快说？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啊，老爷不带我们去追二小姐吗？结果追到大小姐他们家以后，扛了一个柜子出来，里头还藏个人呢。你猜里头藏谁？是小姐，嗯，要二小姐就好办啦。是曹姑爷，是姚家小子刘海儿，大变活人啊！活人都成死人啦，唉，就怪那刘海儿小子命短，藏在柜子里头扛回来的时候活活闷死了。老爷这下急坏了，就想了一个点子，把刘海弄成了玉姑。掌柜，掌柜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别乱说。今天晚上在这儿等我，我再告诉你金先生啊。嗯。来来来，开开开开！哎，天天天天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啊，又输了！哎，太倒霉了！太倒霉了！我又赢了，爹爹爹爹，哎，这邪门啊，大牌都在我这儿了，哎，来来来，下下下坐，邪门邪，邪门邪，来大钱坐坐坐坐坐，下下下下下，下下下，有钱下，没钱靠边凉快啊，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别排这么慢了，快，哎，坐点快点，坐点快点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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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金姑，金姑，开门啊！我是刘海儿。金姑，金姑，你是哪家的新娘？你是人是鬼？我是人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菩萨保佑。老公，我是人呐。是人。奴家是城里的人，因为嫁到城东王家，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强盗，没有想到他把我的全部的嫁妆都给抢走了。我为了保贞洁，我只好逃了出来。哦。我躲在草丛里头。直到天黑我才敢出来。嗯，老婆，我实在很口渴，求您行行好，让我能够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明天天亮我就立刻走。嗯，是这样子的。好吧，那小娘子，你坐你坐，我给你盛一碗热豆浆给你喝啊。多谢老婆。坐吧你坐吧。哎，这就是怪事儿啊，走了两个又来了一个。哟，深更半夜哪来的新娘子啊？哦，阿雅，是我的小女儿秀英，来趁热喝。是是。啊，小姐，这厢有礼了。老伯，小女子躲了一天，担惊受怕的，这骨子里啊又酸又疼的。老伯，求求您行行好，让小女有个地方能够休息一宿，好吗？哦，这方便了。啊，回头你到里屋跟我小女儿秀英一个床上睡好了。什么？看我一床睡？小女子躲了一天，担惊受怕的，这骨子里啊又酸又疼的。老伯，求求您行行好，让小女有个地方能够休息一宿，好吗？哦，这方便了。啊，回头你到里屋跟我小女儿秀英一个床上睡好了。什么？看我一床睡？怎么？那都是女儿家，你还怕什么呢？爹。怎么了？您真是老糊涂了。啊。天上哪有这样的新娘？你看。脖子下的喉结，还有那一双大脚丫子。哎呀，好啊！
你是哪来的大胆贼子啊？竟敢冒充青年男扮女装，幸亏我女儿眼明心亮，要不然我扇了你的凳子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要是有半句谎言，我就送官就办。哎，老婆手下开，老婆，我说实话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是因为偷了人家的这个凤冠霞帔，我想拿去变卖。老婆，只要您放我走，我这个人甘愿留给您。我给您了。我这小伙子穷人家，我要你这些贵重衣冠干什么？哎，这个就留给您女儿做嫁衣吧。啊，我就给您做，您女儿做嫁衣好了。哎呀，这好了，快把我这个衣服换上。啊，谢谢。活现眼的，谢谢我。快，还有这双鞋，给我穿上。谢谢谢。快点给我离开这儿。谢谢谢。老婆，快！谢谢您，我来生做犬马一相报。算了，我这就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多谢。快！爹，你常常说冻死不烤灯头火，饿死不拿人家钱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贪图这？哎呀，孩子。爹还不是为了你吗？将来你出嫁的时候，有这么贵重的新娘衣服啊！再者说，怎么深更半夜的，谁会注意这档子事儿呢？啊！不是，爹，哎。老小子，你想让我做王八，让你去见阎王。哎，大人，饶了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臭婊子啊，大清早就背着我偷汉子，我也饶不了你。谁说我去偷汉子了？明明是他欺负我，缠着我不放。我没有，哇呀！小子，饶了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想跑？大家饶了我！无意刀一怒之下杀死了刘海儿，惹起了祸端，更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冤案。想要知道谁被头牢蒙冤，又是如何平运，那么就请您继续观赏下星期六为您播映的中国民间故事《太原奇案》下集。